谭司令，我看以谭家军还是解散为好，否则现在民怨沸腾的，连累你这个上海司令的宝座也坐不稳。徐督军，日久见人心，这种蛊惑人心的把戏我不怕。谭司令，你以为现在议论纷纷，工部局会留下你了吗？谭司令，我本来是想为英国租界做一件好事情，被你们办成这样，我怎么和大家交代呢？总统大人放心，交代的人来了。大家都让一下。我谭家军军纪如何？你们一问便知。你们都什么人呢？我们都是打了败仗，没人管我们死活的散兵。只有谭司令把我们当人看，有谭司令在，我们再委屈，也愿意安分守己，当个良民。我是从湖南逃难来的，我的两个儿子都战死了。要不是谭司令收留我们，给我们送吃送穿，我们早死在上海城外了。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会滋扰百姓？诸位，我是罗店镇上的，谭司令的部队在镇上住了一个多月，都是按时交房租，半点便宜都没占我们的。上海曾有过那么多的司令长官，但是带头交房租的还得是谭家军，我相信他们。乡亲们都辛苦了，请跟我走。来，走。Thank you.